大世观第六，这都是世间自在王跟法藏比丘向大众宣布啊，这些报告的专门。释迦牟尼佛甲咱转述，伫还未学习这篇的专门以前，黄念老注解头前有介绍，将这篇的专门大意做一个介绍。这是非常好，真难得。这嘛是属于注解，啊，咱看本品乃法藏菩萨尊佛名分，有大众中宣说说法殊胜大愿，伊发了什么愿呢？这就把我们宣说出来了，宣说出来，这是出名的四十八愿。初代世愿妙蝶难思啊，这句话是中品，不可思议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大世愿怎样帮助偌济六道众生的凡夫一生成佛啊？所以阿弥陀佛，和一切诸佛称为光中极尊、佛中之王。立就在这地啊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经教，拢未当甲这部经来比呀、啊，华严或华也未当比。佛门第一经啊，不但讲是释迦牟尼佛来甲咱讲的佛门第一经啊，伊是伫个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佛刹土内面第一经啊。你拄着其他法门，你这个一生不一定会得到；你拄着这个法门，绝对会得到。决定成佛，问题就是讲你有愿意无？你若未当讲啊，依教奉行，果然会当依教奉行，你就会成就。你绝对啊，唔是假啊。如真解有法。这是日本啊，日本人对于无量寿经的学习，实在讲超过中国啊。因的注解有二十多种，无量寿经在中国古代的里面注解只有两种。这个原因头前讲得真清楚，这本啊流传到中国的啊，真多啊，翻译有十二种翻译，啊，现在这十二种译本有七种失传咯，大藏经内面保存的现在有五种。这五种本呢，五种拢读
确实是有困难，因为伫过去印刷术无发达，无遮方便，五种本也无容易去找到。受遮大限制啊！所以才有汇集的必要啊！这个汇集本出来了后，咱相信，无论受经伫中国，会普遍的，五大众人知啊，认真学习。真该有讲，四十八愿功德成就，离归一正觉，正觉之体即是南无阿弥陀佛呀，是名方世本性海啊，亦名悲愿一行。此乃弥陀正觉功德呀，正觉功德不可思议者，有世愿不可思议。啊，咱就看到这地，啊，四十八愿的功德啊，成就。归一正觉，这个一正觉是无上正定正觉，这个省略咯，就用正觉这两字啊，无上正定正觉是妙觉位啊，只有妙觉才称。无上正定正觉，你看《华严经》对初住到定觉，这四十一个位处，拢称为正定正觉，无无上啊。也阿罗汉辟支佛称正觉，这是修行。无出离十法界啊！那十法界内面，诸行法界，阿罗汉界辟支佛啦，是伫下面的两层。顶面啊，也古也古有佛菩萨啦，也有佛啊。那因是算多一个阶级呢？阿罗汉是修行，因是佛是中行，菩萨甲佛是大行。是佛界内面的啊，初住以上的不是大乘，叫一乘，一正觉。这要怎样？啊，一正觉，也就是讲，因已经成。无上正定正觉，四十一化身大师拢称为无上正定啊正觉。不过这内面也有一点仔差别，无始无明的习气也无断啊。
会该输要未该输啊，一点下都未该输。爱知影，无私无名，就是啊，起心动念。初诸菩萨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所以，这四十位有发心大师，因是平等的境界，无丝毫差别的，完全平等啊。咱到下面这个原文内面，全部拢看到，叫做世界无一项未平等，连相貌都拢平等。相随心转啦、啊，那咱这个世界上相貌为什么无同呢？心相无同啊！啊，讲这两个人的心相非常接近，伊的相貌就真接近。相由心生嘛，西方叫做世界人相貌，就是一个相貌，跟阿弥陀佛同款。啊，为什么？他的心内所想的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了。所以每一个人相貌完全同款。也许品无始无明习气长进咯，已经个妙觉位咯，妙觉位啊不自在，是不妥。妙觉位啊，转来到上一光去咯。啊，所谓十不庄严土，迄、那个所在啊。底下来修行的人是四十一位发心大师啊，因啊所住的是真正是净土一真法界啊。所以皈依正觉啊，啊，当基土啊，方便土啊，麻归啊。一正觉，这不可思议啊！这到后面的原文，咱拢会看到，真正不可思议啊！正觉之体，就是佛的名号，六字洪明啊！这六字南无，就是皈依的意思，皈依阿弥陀佛。归是回头啊，对迷失颠倒，真正觉悟佛道转来，哇靠阿弥陀佛，这靠定咯，你跟阿弥陀佛完全同款，也家己也不知不觉。也变成阿弥陀佛的化身啦、啊，这就是一名方士本性海啊，海是比如这个世间深广啊，无边际啊，本性就是啊。一行阿弥陀佛的愿，不是讲希望你去极乐世界去做阿罗汉，去做菩萨，不是。你到西方极乐世界是要证到无上正定正觉，究竟圆满的果啊，所以也叫做悲愿一行啊，悲是大悲。怜悯啊，一切众生，这是尊来弥陀正觉功德呀。
下面讲正甲讲这个不可思议者，有世缘不可思议啊，是以行观，以三十六句，叹这缘啊不可思议。一种啊，这个种是一种现的艺术，咱啊所讲的宣扬啊，好大众拢知影，正加功德功大啊。这段文也是接着在下面，文化敬别心一切往生临顶，这个话是对往生极乐世界人讲的啊，当然嘛是对呀，真正想要发心啊，求生极乐世界的人，对因讲的啊，这心是什么意思呢？那你现在话来讲，定中心明，这心就是心明啊，定中心明，详细说明，对这意思啊，啊，对于这个。以在往生临顶，对因啊定中的详细来说明，方是一生坏者，这是讲一切众生应定成佛，唔是一个人两个人啊。哎，怎样？是方世界，每一个世界发愿往生啊！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极乐世界每间有偌济人去呢？无办法通算啊！太济太济了，去遐去创什么呢？去遐去全拢成佛咯！这是何等的庄严之事啊！人间天上的圣事，无办法甲极乐世界来比，一般人唔知影。下面的这句话讲得真好，成就无碍无边，最性深妙，不可说不可称不可思议之德，咱个功德啊，这德是什么？究竟圆满的功德啊！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你就证到大圆满了。啊，下品往生拢嘛是啊，你讲这代志偌难的啊？菩萨修到这个境界，也修到多一劫呢？无量劫的修行。可是在这个法门内底，真正真短的时间，你就成就。
啊，六一、二六、二二六三日，咱亲眼看到的。我看到一个三江王姓的，真正是假啊！在美国看到的，我叫就讲大先生啊，开面包厂啊，丢眼睛。比伊的内底啊，宣布伊已经是无办法治疗了。哦，因家的人带伊回去厝，好好啊，甲照顾。寿命只有一两礼拜年年，癌细胞已经扩散了，非常痛苦啊！伊一生无宗教信仰，厝内人伫这时阵。所以病急乱投医啊，四界求神拜佛啦，看看是不是有奇迹出现啦、啊。迄个时阵，咱伫迄个地区有一个有教会，华富有教会，伊来找阮啦。啊，咱就动手也袂歹，有去几个人帮助伊助念，就劝伊讲，甲伊讲解，这世间太苦了，你现在病到这款呢，好啊是无用的好啊，就劝伊讲求生进入世界，这人就有善根。听了后，伊袂反对，伊就接受，甲引导的人讲。卖想讲要家医会好，隆重念佛啊，帮助伊啊往生。所以啊，厝内人也真听话啊，一家人家伊念佛，念较无半工，也较无半工啦，伊就感觉着听就无咯，感觉真奇怪。啊，伊迄个病真疼，病疼。痛苦也无了，也无需要注麻灰啊，这些物件拢无需要。伊家己也对着大家来念三讲，我来接应你啊。弥陀经里面六一日到六七日啦、啊，还这个哎，就是三讲，无宗教啊，信仰。啊，真正去了。去了后啊，规身躯啊，拢真正流软啊，水上是油啊。也甲咱念佛人啊做证明啊，伊啊对叫世界这状况伊无了解啊，伊伫迄个时阵是无办法啦、啊。拄这条路无第二条通行，这是俗世的缘分。伫这个时阵成熟了，一个接触就相信，就接受啊，就真正法官对大家来念佛，符合。无量寿经所讲的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伊去极乐世界，伊才真正知影讲，成就无界无边，最胜深妙，不可说，不可称，不可思议之德。伊到个极乐世界，伊就知影。殊胜稀有啊！这面讲了，何以故？世缘不可思议故。这咱学着
这篇的经文，你就完全了解了，真正不可思议啊！以愿汝如大虚空，诸妙功德功无边果。阿弥陀佛的慈悲也是真的，不是假。慈悲遍法界啊！用虚空来做比如，诸妙功德功无边果啊！功德顶面加一个诸妙，诸呢都是无量无边的功德。妙是什么呢？妙是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这功德就现前了。唔，那讲现前得到伊的受用啊。功德对到来，就心来对啊，本来固有呀。不是对外面来的，就是《华严经》上佛所讲的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那个德就是这地讲的功德啊。相是上好，无量无边的上好，拢是自性本有的啊，没向外求啊。向外去求是求不着，所求的拢是相思的。哇，这句话讲是假，不是真的。真实功德是自性内底本有的啊。如果咱若真正肯定这句话，对佛讲的这句话一点也未怀疑，咱一心念阿弥陀佛，将什么功德拢放下？为什么这句阿弥陀佛是咱的功德啊？宝藏内面的一支钥匙，我会当将自性本有的智慧功德拢总甲开发出来。不用靠别行的，这个法门难信啊，真正难信啊，所以有偌济人念佛也着爱修积一切功德。其实咧，修积遐个功德，到个西方极乐世界，才知影讲迄是白费功夫咯。原来啊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所看到的、所接触的咧，所享受到的功德，不是你所修的，你修的迄完全用未着。这是真的啊，不是假啊。自性本来有的啊，迄是即叫做妙啊。咱安怎修也修未出来啊？啊，什么拢是现成的啊，唔免去外口去找啊，我的心就定了。心定，心肝内无妄想分别执着，伊个心偌自在啊，偌圆满啊，这是啊经题顶面讲的清净平等觉啊。大车是比如，乃至犹如大风，这也是比如。大车是什么？会当普度众生。大车坐人较侪啊，风也是比如自在，
风无障碍，在空中流动啊，无障碍，普贤世间，无所碍故啊。啊，大风是比如无障碍。林出啦，三庙是博城，三庙啊，就是三界啊，欲界有，色界有，无色界有啊，有什么呢？有阴有阳啊，有阴有阳，下面就有古布啊。所以三庙就是六道，讲临出三庙下目前就是下出六道轮回啊。乃至开显方便中，哦，这个不得了咯，这中对思想来讲，咱今日讲的大藏经，也都是一切诸佛所说的经藏啊。为什么叫方便呢？诸佛应化的世间。应机施教，无定法啦、啊。伊啊所现的相，也无一定的相啊。应伊什么心得多就现什么心，这个方便。应该甲你讲什么法门啊？伊就甲你讲什么法门，无定法可说啦、啊。为什么根性无同款啦？即个诸佛发心菩萨，伊也真厉害啊！伊甲你一个接触，你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代志拢知影，所以伊会关机。过去生中你学习什么？伊也所教你的肯定。跟你过去所学的相应，为什么？你真欢喜接受啊，真欢喜学习啊。所谓八万四千法门啊，无量法门啊，拢总叫做方便宗，先较方便啊，才会当普度众生啊。方便无离开真实，对真实内面啊所开出来方便，以善巧的方法诱导你入一行，亲像头前啊早昏咱所学习的啊《法华经》的一段。为三归一啊！你这世尊教化的善巧，你看善巧修行，你容易学啊。先甲你讲大乘，你听无啊？你无兴趣？十二年的栽培啊，啊含十二年啊，甲你讲方等，方等是。大乘的初级啊，八年的教学啊，方等加着阿含二十年啊，在释迦牟尼佛的麾下学二十年啊，未歹咯。我跟你讲，大乘会当接受了，大乘是甚物法子？二十二年，
所以阵你先教学啊，49年，你想看咩？不止22年，你是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的内底最主要的课程啊，就是不止啊。不止，跟你讲真话。真话是讲什么呢？一切法，世出世间一切法，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了。22年就说明这件代志，你从通了，不就放下了？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。你啊，有什么通好执着的呢？你只要放下就一行，回三归一了。我华经家里静啊，清净无相正定正觉。我华是一行，华严是一行。隋唐的时代，祖师大德因啊讲的呢，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的一切经，一行经三部。华严、法华、梵梦，梵梦无传来到中国来，无传过来，传过来只有一品，就是梵梦菩萨戒品，就一品。完整的经无来中国，一行内面也够一行，这嘛是。隋唐时代，祖师大德因发现了，这一行是什么？这一行就是持名念佛，往生净土啊！因讲出来有根据，不是随便讲。华严经到最后。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都归结录，过来看现在东主53参，那就完全明白了。现在是文殊菩萨立色的地主。传法的地主啊，不是普通人啊！伊所学的、所修的，肯定是跟老师同款的啊。那你翻经你看，文殊普贤拢发愿求生净土，啊，现在敢有例外呢？所以啊。伊伫文殊会上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也都是证到初住的位置了，就超过十法界了。文殊普贤啊，叫伊去参学，介绍伊第一位先知识，叫上魂 BQ。那是啊，初住菩萨，伊无初住这个等级呢，伊就见未到初住菩萨。所以啊，咱若看到现在啊，参访迄个贤弟说，伊是什么地位呢？就知影讲现在是什么地位。这上魂 BQ 修心法门，修89三昧啊！专念阿弥陀佛，求生极乐世界，第一个啊！第一个表法，中国甲古印度是同款的，所以先立为主啊！
故看最后第五十三位贤弟释普贤菩萨，十代元王啊，道归极乐。你看一头一尾，那就真清楚咯。华严到最后修什么法门？修念佛求生净土啊！这不得了啊！这给咱偌大的这个启示啊！呀，咱这些人，我家己本身就是啊，不是上君的人，中下君的人，家己认为讲家己想的拢是正确，拢是对，啊，世俗大人呢，行偌济冤枉路啊！二三十年了后啊，才相信净土法门。以前啊，不相信啊。老师劝我，我无反对啊，但是我也是无必要。我是按怎相信呢？我讲《华严经》相信的，《华严经》讲一半。有一天呢，忽然想到讲，文殊普贤是修心法门啊。现在董主席学什么法门啊？因为我迄时阵讲《华严经》是八十甲四十同时讲，一礼拜讲三天，两天八十华严，一天四十华严，嘛是讲了十几年，讲一半。啊！忽然间啊，受到这个问题，查这个查后面，哇！就这个经文啊，真正门根我藏起来，安怎文殊普贤啊，拢众啊，拢嘛是求生极乐世界呢？佮详细啊，去看现在董主啊。你看，我讲四十啊，讲一半啊，拢都无发现到。对着高人的注解讲，无去看到这个事实真相啊。佮详细去看，才明了，才恍然大悟。这个表法开头是净宗，最后终结嘛是净宗，然后才完全了解。其中这五十一位的这个参合，才了解到其经文的最后啊，乱叠礼数的意思。啊，乱叠礼数什么意思？我参访这个贤弟释，听伊的报告。讲出伊家己修学的法门，我完全了解。感谢伊，这是乱叠啊！我伫遐受教育咯，我感谢伊。你的书是什么？我无要学伊这个法门，也是念佛法门啊，一句好念到底。恁这物件是八万四千法门，我拢知影，我拢无要学，我就是老实念佛修这法门。是就是这个意思啊，就创清楚、创明白咯。大理大句的含义啊，真深真深咯。所以才知影讲，文殊普贤现在原来啊，拢是一句弥陀念到底啊。
所以华严法华这一心经最后啊，拢是归到无量寿，无量寿经，那是一行内面的一行啊。也难总算讲将这部经创清楚认识伊咯。无认识学起来是有困难，认识了后就方便咯，死心大地咯。呀，讲其他的经，为什么现在佛法啦衰落？在行辈中也是稀有其名啊！每一宗派拢无真正修行的人。五念祖老居士甲我讲真多啊，伫中国流行呀，实实在在到现在只有三个宗派：禅宗、净土宗、密宗。啊，天台显秀无人咯，也其他国较免讲咯。啊，真正会当成就的只有净土啊。连老甲我讲，伊也甲虚云老和尚学禅，伊嘛有密啊，拢未当成就啊。最后往昔的时阵甲我讲呀，每工念佛号十四万声，对顶念佛啦，佛号不断。一天十四万声，伊念佛往生呀。呀，咱哪讲是有缘？其他宗派是应当爱呀帮助呀。为什么呢？拢是方便接引呐。但是，无论修下多一个法门，到最后成就一定是念佛，无念佛未当成就啊。那讲是无念佛来讲，修下一切法门，拢是现在所讲的佛学啊。讲一个较清楚，就是佛学知识啊。总之，不是智慧，伊放袂落啊！真正放下，那是智慧啊，放袂落是知识。知识袂当啊，了生死袂当出三界，智慧啊，才会出去啊。智慧这是真正的方便中两颗红旗，一颗顶戴呀。这个红旗就是依教奉行，特别的会当啊，甲顶戴，这顶戴是放在头壳顶啊。尊重的意思啊，这段是从这个弥陀的这个本愿啊、功德啊，做一个简单的介绍。下面需要说明呢，只有原文倒挂，注意颇有差异。一般咱一个讲四十八愿，
四十八元是空前凯的译本，左魏时代三国，左初十魏，是迄个时阵啊。空前凯是住伫魏的所在，翻译这部经，所以称之为魏译。第五种就是现在保存的这五种原译本，这本啊流通啊上盖快。我伫三年学过啊，用空前凯这本啊，这本的内面是四十八元，所以大家习惯拢知影四十八元。其实这五种原译本内面，原文最少无同款，有二十四元呢，有三十六元呢。这个所在，甲咱做一个简单的介绍。汉吴两译，同为二十四元，请经中名言便结的二十四元经，经文上有这句话：宋译本即为三十六元，魏译、东译这两种是四十八元，只有要出《阿弥陀记经》啊，这部经有这二十四章，过去二十四愿有啊，诸经中十句多数，讲到二十四有三种，讲四十八咧有两种，三十六有一种，所以啊，二十四伊也是占多数。但世间流通者只是魏译，故世人俗知四十八，而韩文二十四元也。现在这个汇集本呢，伊是以二十四为纲，四十八为目，所以啊，二十四章总共四十八元。两面拢兼顾到咯，这是汇集的显卡。下面讲咯，请韩吴两译虽同为二十四元，但内容啊亦甚不同。也对这所在，咱也会当去想到，这部经肯定是释迦牟尼佛在世到处宣说，才有这种情形啊。然后伊只讲一摆，一个原本呢，无论什么款的人啊去翻译，这个原文总袂当讲错唔对。啊，对这所在，咱会当理解古代这个想法啦。这部经是世尊到处啊宣讲，何况失传的也有七种，咱无看到啊，伊内底也有差别的就唔知影咯。无量寿经伫中国总共译本十二种，对汉朝到南宋啊，八百年间翻译了十二摆啊。啊，咱相信对译本里来看，相信啊，唔是讲一摆讲遐，释迦牟尼佛到处宣说，这情形真少啊。世尊当年在世，刚经只讲一遍，无讲重复遐，唯独啊，这部经重复讲偌济遍。古代的啊，判伊讲最少是三遍，
你看24元、48元、36元，至少是3倍啊！那哪无无可能有这么大的差别啊？啊，佮详细看，你佮看24元啦、啊，两种24也无同款啦。48有两种，哎，48也无同款。这呀、啊，就是证明佛是把真侪摆来宣讲，多处宣讲一定是非常重要。因为这部经这是诸佛如来圆满功德啊。啊，这个所在鼓出力咯，你看这个力啊太重要了，5亿第二关。为师莫作佛时，令我国中啊，没有佛人。如人欲来生我国中者，即作男子。你看伊啊，伊有啊，有这个愿啊，国无如人愿。亦本有是诸无用所，所无用所天人民。然非雷动啊之类，乃是我国家该有七宝水池莲花中化身中台，该做菩萨阿罗汉拢无用说，得习惯乃作佛，不得习惯终不作佛。你看这里面有莲花化身，国无葫芦。有这两愿，这两愿其他的经本内面是无的啊。你看汉译无，其他注译也缺啊。由此可见，注译差异之深。亲像这个拢无应该有问题啊！啊，可见的骨。绝对不是讲共一个原本啊，传到中国来啊，不是共一个原本啊，那就说明，是释迦牟尼佛一拜讲的，就证明佛等你在世多处宣讲，请汉我两亿啊，随同挖24元。但实际内容啊，就不止啊24。你看5亿，拄只咱念的第二关为例，伊内面就有3个啊，就是3关啦、啊。所以诶，一关当中实在是具有国母妇女即是关，莲花化身就是啊，讲精神也会当往生。啊，乱飞舞如动啊，这些小动物叫做精神刀，精神刀也会当往生，生到极乐世界，拢嘛是会做菩萨、做阿罗汉。第四呢，菩萨、阿罗汉、无量定。精要性愿呐、啊，就是这愿的内面，伊包括有4愿伫内底，准是可知。所谓24愿，是不止24啊。故诸何处阿弥陀啊，记经是24种之经文。可知弥陀誓愿是为24种，为近24愿呀。这个讲法真正合逻辑啊，合理呀、啊，咱啊是会当相信的呀、啊。只有讲唯同啊两种的译本，拢嘛是48愿。但名为48愿，
是坐这不足四十八。啊，你细心去观察，亲像唯一第二十九愿，二十九愿是安尼讲的：先悟得佛，国中菩萨，若修土经法，方向持说，离不得辩才智慧者，不处正觉。也以这第三十愿呢，这个经文啊，就是讲啊，先悟得佛，国中菩萨智慧辩才，若果含量者，不处正觉。实在是这两愿啊，若有功力之一。第三十愿啊，只是啊第二十九愿的补充，有因心利益。哇，这句话讲，这两愿会使合并做一愿。同一中，第二十九有三十愿，亦有处同，更有进者。为同两益，均缺各无，如林及莲花化生之缘。可见为同两益之四十八缘，并未顽固啊诸缘。啊，详细看这个原文啊，内面有真大的差异啊。只有讲。含我两种业本，即缺十念必生之根本大愿。十念必生，即个愿太重要了。予咱啊修净土的人，伫即个所在，才真正的建立了信心。啊，对于净土，才肯定。啊，咱这一生真正是有分了，袂过怀疑咯。这是咱是毋是会讲伫这一生成就关键啦、啊？所以这愿啊，古今的大德拢非常重视，叫根本大愿。可见，含我为同诵这五种业本。阮非无量寿经之善本，所以以前若读无量寿经，你若无将五种经本拢全读，你就会有缺失咯，老去啊！五种经本拢念，又阁相当困难，五本也无好找啊。莲王良师居士回去无量寿经，伊也只看到四种本尔，同一个伊无看到。啊，这款身份的人，大富中者，在迄个时阵回去，伊也知影讲有五种本，这本是无找到，迄是。一个遗憾嘛，因为同一本内面有一寡是头前四种内底无的啊。所以啊，是以回之主义攻击众中，人生回本是不容缓呀。所以王良书记书宋朝的人第一个做回一本。因为伊无看到东本啊，啊东本啊，那、啊、东本就是《宝积经》的无量寿智慧，伊无看到，所以简称为灭亲基数。第二次的汇集，伊是五种本啊，拢有看到，这个汇集。
就去记王良书啊，比王良书的译本较好。但是流通无快，咱人真少啊。良书的这本的出名咯，流通的较侪啊，大家拢有看到。呀，这个魏明清的这本也有问题啊，英国大师捌甲批评。好，这大问题，初夏不懂啊。这是大问题啊。该处的重要伊无处，无应该处的伊也是接落袂少。也有的时阵，这是过年一个机会。内面有一寡文字啊，伊个解动咯。翻译经的时阵，家己是会用利用家己的意思，或者是袂用的，一定爱原文啦、啊，绝对唔通讲解动人一字。你即会当啊，出信有大众啊，这是会即嘛是绝对无温准的、啊，所以。才有下联记第三次的汇集啊！这摆汇集，头前两种的毛病都改正过来了，而且用的时间长，下落汇集这部经用十年的时间，那三年啊完成初稿。我经过十次的修订，总共啊十年的时间，才变作定本啊，就是这本啊，所以是非常可贵啊。咱来看啊，伊啊这地所介绍的啊，有时下书汇集，注意至台湾啊。啊，年纪老技师是黄念祖的老师啊，所以称为下师。其中古一都建至24，邮差四间所流通至48，乃以24为章。48为目，几乎写24章，又合48卷，经中笔迹注意之中，十年必生，国无如林，莲花化生诸愿呐，皆见有回本。无量寿经到这是圆满了。啊，到咱的这代咧，顶一代完满了，但是无流通。啊，战乱的期间无办法流通，迄个时阵只应该一摆，分量大概无多。啊，这本咧是。如行法师对山东提到的，带来台湾送予李老师，李老师看了后非常欢喜啊！咱像当时伫台中就印3000本，啊，提供予联社同修去学习，伊老大人家己用这本啊。讲过一遍，那像在台中发华师讲过一遍，做个秘书。李老师迄个时阵大概是60多岁，
我甲伊见面的时阵是69岁，甲伊见面啦。伫这个前几年，所以啊，讲这个我是无听到。啊，以后讲空间开这本，我就有听过了。对头到尾听伊啊，讲一遍啦、啊，不容易啊。流通也是非常的不容易，障碍重重啊！一直到现在呢，总算讲这个关通过了。现在反对的人不多啊，国家也承认了，宗教局因的这净土五经内面无量寿经就用这个。下联络的一本啊，啊，咱知影这个经济啊，才知影讲，这部大经的稀有难逢啊，咱啊这一生去拄着，特别值得。庆幸啊！啊，偌济修学净土的人，无看到这个经啊！啊，下年纪老技术会接了后，家己讲价啊！黄连乐亲身来听讲，而且也有笔记。啊，连公交代伊啊，爱甲这部经做一个注解。啊，伊是奉老师的命令做一个注解，注解啊做甲真辛苦，三步加持啊。啊！伫身体周边啊，一款艰难困苦的时阵，将一部注解完成。注解完成啊，了后啊，无偌久，阮才拄着，才拄着呀。我甲伊也是伫美国拄着呀，拄着呀。伊迄个时阵，伊带一套。注解，一套是用油印本啊，哪吒写油印本啊，啊，咱知影讲迄是真不容易啊，因为哪吒个戒指会当印到100分，迄张哪吒就袂当用咯，所以咱知影讲分量真少真少，哇，看到了后非常欢喜啊。打电话啊，问伊老大人啊，是毋是有版权？有版权，咱就唔敢去翻译咯。那是无版权，我讲我退你翻译，伫海外来流通。伊讲欢喜啊，无版权啊，欢迎翻译。所以，阮第一次就印了10000册，精装本10000册，伊非常的欢喜啊。啊，现在啊，这本呢流通就真快真快了，到处都拢有人印啊。咱过来看下面啊，方苗栗国元精要，以小文立宪道义啊，这是。连公汇集文理啊之妙，亲像唯一第38愿曰：圣母得佛，国中天人欲得依佛，随念即至，如佛所赞，应发妙福，自然在心。有求彩虹刀念，随得者。不处正觉，
为迄个原文是安尼写。第二十四愿内面讲了，善恶得佛，各种菩萨在诸佛前献机得本，自所求欲供养之故，若不如意者，不出正觉。迄拢是为益啊！你看三十八愿、二十四愿，为益啊！这两愿啊，显以福有穷固之如意，但缺凡失如意啊！含益内底有含益第二十三愿，五益是第十四愿啊，拢有这段的文啊。我做佛时，我告诸菩萨。若凡事在七宝半中，生自然不迷凡事在前，是以不改自然去，不逆者我不作佛。由此呢，又可见为同之四十八愿是不着四十八呀。啊，今次回本，从啊这个顶面三愿就写做一愿了。列集以上三愿为五作佛时，成五国者，所需饮食衣服种种穷苦，随意节制，无不满愿。可见回本本欲离方，诸业所故之弥陀圣愿，必现无为，是以君世诸贤。功能出于善本，良有益啊！这是大家功能啊，这本是《无量寿经》上介好一本咯。啊，第这个应该是十几年前啊，我头一摆登去祖国。对香港出发，有二十多位同修陪我斗阵啊，去到北京啊，阮头一个就是访问赵朴禄，甲赵朴禄也讲到这个回日本的问题，伊非常赞叹啊，非常欢喜，哎呀，这个。无量寿经啊，总算讲有一个善本咯，还是众生之福啊，嘛是国家之福啊。呀，迄个时阵，我伫新加坡教学。甲这部经做一个详细的考判，考判也印出来了。哇，上亿啊！吴念祖老居士的这个注解是念到上亿的。哇，这个考判上亿，伊非常欢喜，伊讲这圆满咯。你看有科会，有注解，阁有遮尼好的汇集。啊，非常欢喜，非常赞叹。可是重要呢，是爱咱真正去读啊，真正去学习啊，咱才袂辜负世尊到处宣讲，袂辜负祖师大德因。用心良苦，三处汇集啊！也有比这清一摆结交啊！念老啊，伊是规身躯的病痛，完成一个注解，
我去因家去参观，伊即地应用了193种的参考书，我拢有看到。我当时真着惊，我讲老技术这物件你对倒位来？伊讲有真多各所在送来，我家己都唔知影。假名不可思议啊！你需要的这些参考书，佛菩萨拢会给你送来啊！迄个时阵，我就甲伊讲，我讲我送你一套大藏经给你，好无？伊讲袂用，你阮家无地藏啊！徛的所在真细啊！伊大迄间房间大概总面积只有咱这个粒仔边只大尔，家己大迄间啊，房间真正细，一张门床，一块桌啊，边啊都是拢是猪啊，堆到一大堆，这么艰苦困难的这个环境当中，完成这款的著作。这哪不是说三宝加持是做不到的啊。啊，咱今天的将这些书应该这么精密用用大众，你知道咱有偌大的这个福报啊。啊，咱这代以前的人做梦都无想到啊！啊，咱今仔日拢得到了，拢摆在咱面前啊！咱若无认真学习，对不起家己。唔系讲对不起别人，对不起家己。这个缘分啊，就亲像开经记顶所讲，一千万劫难遭遇啊。比这清净师讲的，无量劫来已有难逢的一天啊，难度着咯。拄着真正爱下决心，这一生决定得生净土，这是啊，这是真正报佛恩啊，报祖师恩。不啊，但我大地的恩，不国家的恩，中部四重恩，下济三多苦啊，咱就真正做到。经典内容的这个书信，伫这个华严经顶面啊，拢看无呀。所以确确实实只有难逢啊！可是问题呢？要安怎呢？在这一生当中，这真正会当成就呢？其实论内面讲的标准太悬了。这妈咪菩萨甲咱讲呢，迄真正是绝对标准啊，那么容易做到。伊教咱理文理相，咱脱相理文理相，
兄讲你言说上，你名利上，你心言上，应做高多难。噶马明菩萨，实际上讲意思同款，武器咧较烦恼真多。印度甲人讲，这份圣经得一份利益，十份圣经得十份利益。要拿绝对圣经咧？也是这个马明菩萨讲的，而且圣经的标准，啊，咱今仔日来将这个标准给降低，一定要用恭敬心，心菩提所是阿弥陀佛物件，啊，妄念劫杀是。无无物件，这是真，不是假。所以咱来好好会记得，以向专念，会记得这句话：一个目标，一个方向，专念阿弥陀佛。专学无量寿经，这部经有够了，一生唔通搁再变别项诶，变太侪了，所以是贪侪无未烂。啊，咱就一门深入，两时分修啊，肯定有成就。我这一生无咧创别项，就是一部无量寿经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一心一意求生净土，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，这就好了。所以现在有物件难啦，难在倒位？现在这社会。对个人无尊重心，我唔记个人啦、啊，宗教拢是迷信啦。你看，那是这种观念咧，你什么拢得袂着。由此知影，世出世间一切法，根是什么呢？真正的根基啊，是啊。孝亲尊师啊，正月三号开头两句话：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。那讲伫这顶面啦，无一点仔功夫，咱啊求学是求袂着的。圣贤的物件，你绝对得袂着。你会当学一点仔世间遐技术。啊，圣贤的物件跟你是无分啦、啊。圣贤物件是建立在孝道、师道的这基础上，袂当讲无友好父母啊，袂当无敬师长啊，友好啊，父母敬师长，就是尊敬你家己的圣德，这是啊圣德的代表。中国古人对这个最重视咯，无比这个更加重要呀。这是咱未当讲唔知影，因为咱下一堂课就要讲到，我从 BQ 的报告原文咯，也咱学习的心态，那无古币咧。听到也是耳边风啊，未得的物件，
所以啊，一定都爱具备做这个学生的基本条件：孝亲尊师，真正知影通重道。这部经典呢，就亲像如何自保咯。我伫这世间第一要紧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这部经典。啊，这部经典看作是家己命根啊。一天都不能下去的呀，咱才会有成就。我今天时间到了，咱就学习到这地。